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y Software 小课堂。是上一次的 HD and Audio Report。现在呢，我们想分享一下怎样子 generate CV38。首先呢，在 SQL 里面呢，你们需要去这个 Payroll，OpenPlanning Payroll。然后在这个 interface 里面呢，你们看有个 CV38 的 money back， 你们就 double click 进去。然后呢，你们就按 generate。看哪一个 employee 呢是 lucky， 是这样 lucky 的备选中，他们需要备这个 extra 的 CV38， 所以就选这个 employee， 然后呢就放那个 description 呢，然后呢 transaction 的 amount 呢就看他必须要缴付多少个余额，然后 let's say 是88每一个月，然后就要看他的 CV38 是要求几时开始的。我们说他是在7月开始的话，我们就能说我是给这七月是哪个月份呢、哦？他需要缴付的 ，generate。过后呢，在这个地方他就会帮你弄好这整整六个月的那个entry， 然后你按 save 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课再见，拜拜。